joining us today as we proceed with the New Immigrant Roundtable Forum. To start with, I would really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sponsor, in particular our title sponsor from Scotiabank, as well as our Paul Ng and AT Financial Group. My name is Tony Luck. I'm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Immigration Service Network, Inc. I've been in this field for more than 25 years in the immigration consulting business. So I'm pleased to join this seminar. I can hope to share my view in later on. Thank you. Thank you. 首先我想今天分享一下我對於移民政策的個人看法。首先我想在此肯定我們移民，特別中國移民對於加拿大政府的貢獻。大家看到最近在這幾年，經濟在西方國家都很差，特別美國。為何加拿大都是可以仍然處於一個可以的經濟環境，或者一個是 可以說是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我覺得除了政府的保守理財政策之外，我想移民的貢獻是不少的，特別是中國華人的。因為你看美國，他們因為沒有移民的支持，所以他們房屋沒有承接力。最近我看一篇報道，加拿大接收的移民是美國的兩倍。 所以大家知道美國因為他沒有新移民資產，所以他的房產沒有承受力。但最近發現現在政府的政策好像收緊了移民政策，特別在環方面。我覺得如果這個政策繼續下去，我估計是很快脆，我想肯定明年會看到移民的數字大幅度下滑，每年的26萬或28萬都肯定是達不到標的。 我希望呼籲政府可以放鬆移民政策，特別對華的政策。大家看到好像投資移民那樣說，因為政府最近早前大家知道他說要削減公務員，要省200多億，因為要削減2萬個工作職位，但因為他不夠錢。但我們看到現在 政府積壓的投資移民個案，超過數以萬計的，有統計數字說超過20000宗以上的投資移民的個案是被積壓了的。這代表是數以百億的資金在裏面。如果政府來說是可以加快增加資源去處理投資移民個案來說，相信我們不需要裁減公務員，又說不需要在財政方面要削減。所以這方面第一，我就說希望政府能夠在 投資移民方面是增加資源和精簡申請，能夠讓更多投資移民過來，因為現在很多投資移民已經等了3年，甚至乎有些是以前政府承諾說你新的投資移民只要你給1倍錢80萬就1年是可以讓你快速過去，但都沒有實現到。第二就是說父母的團聚移民，大家知道已經停了2年，明年就會開翻。 我希望第二政府在父母移民開出年11月份的時候能夠放寬門檻，因為我知道聽說明年會增加很多要求或者是quota方面有改動。我希望這方面來說，政府來說能夠明年第一增加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團聚名額，第二希望能夠門檻要求不要太高。第三就是說技術移民方面，我發覺到因為早前大家知道政府已經話了聲明，退了28萬個技術移民申請，我覺得這個政策是不太公平，因為那些人有些等了5年、6年、7年甚至8年，有些人是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家庭就為了等移民，我覺得這個政策是不公平。不過我想提議政府考慮一下，可以特別是有一個 quota 給這班人，雖然慢一點，但始終都會處理那些個案，可能或者每年撥幾千個或者1萬個名額，專門處理這個個案，不用退出來。第一，對我們加大多元文化或者我們的良好形象的影響，第二，對大家，有些特別在亞洲或者海外的準移民，覺得我們加大是不歡迎他們，覺得有損我們加大的官僚良好形象。另外就是
即係講有關於個公民方面啦，我覺得公民方面即係大家知道，而家都係要考英語啊，或者要門檻。咁我覺得係英語好重要，因為英語係對於融入，好似 Joyce都知道佢做老師知道，如果英語嚟講，因為識英語咧，係對個融入社會都係有好大益處。咁我同意嘅，但係我就唔希望將門檻攞好高咯，即係譬如話要四級啊或者幾多。咁或者可以鼓勵啲新移民完成個課程，譬如話話拎班啊，或者係其他嘅教會啊，或者係社區嘅班，完成某個課程幾個小時嘅，咁佢起碼基本認識咧，就俾個申請考呢個試啦。因為而家變咗講， 入籍方面咧係雙重嘅標準，你首先要攞個英語成績要四級或者以上先可以申請，唔係過喎。咁你之後仲要考佢㗎，咁點解你之前你唔放鬆俾佢少少？因為佢始終你都考英文，因為如果佢第二關過唔到，你唔俾佢過㗎嘛。咁點解要雙重標準？咁另外咧，我覺得就係即係譬如話喺個信用卡方面咧，因為最近好多人都話信用卡好多人有啲係造假，有啲人申請係啲資料唔正確。 咁當然咧，啲係唔啱，我都唔同意嘅行為。但係好多人就因為好多人都係因為工作原因啊，可能做生意原因啊，唔喺度。咁我政府可以話喺放寬，譬如話有啲特殊嘅情況，係俾啲人咧，譬如話係特別公民或者信用卡咧，係俾佢有啲酌情權。咁變咗人咧，佢減少啲人咧去造假。其實有啲人我覺得佢唔想造假，但問題如果佢係想保住信用卡，但係因為工作或者生意需要，咁所以變咗講可能佢被逼係即係做一啲 不法嘅行為，當然我哋唔認同呢個行為，但咧如果係政府喺呢方面咧係放鬆過啲係要求咧，咁可以減少呢個機會咯。咁最後嚟講咧，咁我就係有兩個提議，就係話第一就係話咧一生一次啦，因為以前我不嬲都提議即係政府能夠有一生一次嘅擔保移民，意思即係話咧係一生裏邊咧一生人裏邊咧，我哋嘅家庭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咧可以擔保一個親屬 嚟移民，咁我覺得咧，政府考慮一個咧就係除咗係一般而家，因為政府最近都放寬CEC啦，即係家庭經驗裏邊咧，即係話留學生喺度咧可以咧係轉移民。咁其實政府可以撥啲少少 quota， 譬如一年幾千個啊，或者係一啲幾百個都好啦。咁俾啲特殊情況，有啲人可能年長嘅仔女啊，或者特殊情況仔女唔嚟到呢度 係可以同父母團聚嘅，可以通過特殊嘅途徑，一生一次擔保咧，係比較過嚟嘅。咁或者最後嚟講就係或者有啲人道嘅主義，即係譬如話有啲特殊情況咧，政府係有個 quota， 有個名額俾佢哋嘅。咁呢度係我嘅以上少少提議，咁啊多謝。 Okay, so now when we're just going to wrap up,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aking the time from your busy schedule to contribute to be a part of this. The report will be written and submitted. Hopefully, we will be able to influence or bring light to a couple of issues and get a positive outcome. Thank you very much.